桥给除款了啊，先别绕行。大侄子们老深的睡了一米多深的睡了吧，我就是慢了啊、哦、这个所有村民走，任何人不能出家门的啊、哦、如果说你家里有特殊情况，你马上就往高处撤就行啊、哦、不要考虑房啊、哦、不要考虑车啊、哦、你就知道是人能撤就行啊、哦、行不行，咱们7月18号，河北保定易县出现了1963年以来最大洪水，暴雨引发的洪灾导致包括易河庄大桥在内的12座桥梁被冲垮，提前转移了3765人。